来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然后顺便说说大家的演戏经历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安，之前有演过三立的偶像剧。今天有要带来就是宣传的东西。对对对，我今天就是要来宣传我的数位的写真集。李晨玉，我可以不再想你，然后数位都已经上架了。哎，你会唱对不对？来唱一下。我可以不再想你，想你隐藏着感情，差不多吧？你确定是这样唱吗？我帮你唱一次。我可以不再想你，想你隐藏着感情。哇，根本是两首歌。对啊，我以前就是有演过《戏说台湾》哦。我以前就是演黑兰花鸡啊，刚才兰花鸡，兰花鸡。对，五号蓉蓉，可以，我是双胞胎，这线上有两个跟我一样的人，就跟石原跟诗雅是一样的，我们很像，但是我们很酷的地方是我们一个自然产，一个果腹，所以我先拉出来，妹妹再拉出来，好可怕，拍广告比较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蓝色那一队的奈希。对，蓝色那一队。对。然后我的演戏经历呢，我有点压力也大，因为我应该是里面最菜的，就只有演过一些游戏广告啦。对，然后还有自己出的单曲的 MV 的女主角。哇！好，圈圈，谢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正义，我没有演过 MV。他比较厉害。演出吧，最厉害的可能还是角头系列，然后像我们最近刚拍完角头影集跟电影要准备上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他们的妈妈杰丽。不是，我今天来这边我有点吓到，因为那时候看到 Round Down 的时候心想说，怎么都是就是孩子们这样。我在封神五年嘛，所以主要应该都是对封神的印象。宅男女生，宅男阿姨了，什么都对，什么都有凑一下凑一下，比如说发单曲啊，对，我见你有发单曲，对对对，然后写真啊、演戏啊，都有稍微踩一下，能赚钱的地方都会这样子。今天也来了，对，没错。演戏经历也没有到很多，然后我之前演过一个就是麻辣鲜师的电影版，我演拉拉队，整体出演，整体出演，还是一模一样，对。但是听说小迪的演戏经历哦不得了，他应该是我们的大前辈，对对，因为跟香港是童星，所以从小演戏演到大，这样可能大概三岁开始就演戏。帮他们搬行李，然后他们已经把那个镜子都遮起来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不太干净这样。然后我就说好，那我去帮你们搬东西这样子，然后要搬行李到我们房间这样。然后我就去了他们房间，原本是盖起来，他一把一个东西抽掉的时候，那个镜子一露出来。越不行越想看咪牌，那你们咪一下，看一下，我看。哦，真的不行，好性感哦。我好像看到丁字裤，就是。大家是想看什么啊？就是他的闺房。哇，那带我们去。好，在三楼。三楼好，要爬楼梯。对，等一下，运动一下。没有电梯哦，走咯。好，走咯。这是我哇闺房哎，有床。不行，我有一点床屁，你们想看什么？你冷静点。对，床屁。哇塞，我们家石原就是看到床屁。对啊，你知道吓疯了。每个饭店我都是第一个，他就是叫床屁。真的假的？最喜欢铺床。不行不行。不行吗？不行，干净耶。不是干净。不行，你有出门过了，不行。
哦，你也是那种就是一定要洗完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才可以跳上床的。我自己不一定要洗完澡，我现在不要再去，没有，但是我一定会换衣服。对，就是一定要换干净的衣服才可以上去。那你们那裸体就可以是不是？裸体来脱了，我的裸体不行，没有流汗，裸体要洗澡。OK， 要干净，对，要干净的，所以任何人都不行。任何人都不行哇！只有我自己。那你以后怎么结婚怎么办？如果老公、老公小孩怎么办？就是我希望可以找一个跟我一样有一点床屁的老公。哎，有听到那个真有条件的人，记得在床前要先暂停。没错，我们先等一下洗完澡才可以上去。我们去洗澡。对，好，那我们那你可以帮我们代翻一下，那这里应该可以吧？可以可以，这边可以踩，这边可以，很干净，干净的吧。那我们不能碰了怎么办？可以碰啊，可以碰吗？我要碰，你们尽量不要上去。我不碰，我不碰到你的棉被，有一根头发 ，Oh my god， 是短头发，来哦，看起来有没有像阿吹的头发？有，来，抓。阿翠还没来过，阿翠有头发，来，制作人送鉴定，我们要帮阿翠把关。但那个看起来有染头发，应该是我的。你有啦，应该是你的。我很容易掉刘海，刘海，而且我容易掉发，对，一定是我的。还有想看什么？可以掀一下吗？可以。哎，棉被很舒服，真的，可以偷摸一下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们可以摸。这个好健康哦，而且我的床也很软，就是一个台南人哦，真的，台南人是睡软床。因为感觉乡下人比较喜欢睡软床，真的，对，确实。哎，因为我是三重的嘛，我阿公阿妈都睡超硬床，然后真的有差，枕头是那种竹节。对对对，哎，那真的有差哎，那好像有差。对，好吧，那我们看一下哦。好，床真的很算很干净。哇，应该还算干净。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不可能，没有躲人。对，哎，你喜欢那个伊布哎？对，我超喜欢。而且是特别版的。对啊，你有童心哎，你还是很多娃娃哎。它是冰伊布，就是冰属性，所以一定要冰的。对，因为我那时候热的不行哦。对啊，火的不行哦。去冰的也不行哦。哦，所以就是你特别喜欢。因为那时候是有一个球迷跟我说，哎，你很像冰衣布，因为我那时候去剪公主切，然后剪完以后，他们就说冰衣布也有公主切，有一点像，对啊，他有公主切，然后你从此之后就，对，从此之后就觉得他的眼神很可爱，而且算是很特别的。我好像蛮很奇怪的东西，什么什么？怎么会有床头有木鱼的问题？哪里有木鱼？哎，有有有，这个石雅可能也会有，我们不能过去。哎，他自己脚那么脏，可以啊，你双标哎。因为我是床的主人。好，那我们坐在这，我们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是的，是的。什么啊？好可爱啊！这是那个我们那个篮球的。然后那时候好像不知道是什么主题日，他就一人发了一个木鱼，好可爱哦！所以我就说是啊，应该哎，工程师他们都你家应该也会有，工程师都很多可爱的主题，对，就是很酷的，应该也会有。等一下可能丢了，如果他没有，你把这个带回去，然后你要分他的，送他，送他好了。所以你平常是睡前会敲？不会啦，我还有这个哦，枕头下的，哎，这一定要，不是你连在自己家都会，因为像我去外面饭店我都会带，真的的，你会特别带一个，会带，但也是放枕头下嘛。对，我也是放着，然后就这样不见好多个，因为我又忘记了。哎，你这样不行啦，不行，这样下一个住的人会吓死哎，而且肯定会生气哦，好可怕哦。我有发现你手上有戴佛珠哦，对啊，这也是因为像让自己更安心嘛。嗯，其实有宗教信仰，也没有特别信仰什么这样，然后是因为我自己的体质有遇过。对，但是我没有看，我不是看得到的，对，但是有感受过几次。你要怎么知道你感受到啊？其实当下你都不会有太大感觉。我第一次感受到是之前毕业旅行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是床面对镜子，然后很不舒服。就是我那时候只是想说，我要进去帮他们搬行李，然后他们已经把那个镜子都折起来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不太干净这样。然后好，我就说好，那我去帮你们搬东西这样子，然后要搬行李到我们房间这样。然后我就去了他们房间，原本是盖起来，他一把一个东西抽掉的时候，那个镜子一露出来。镜子一拿下来以后，我就超级晕眩，然后是晕眩到站不起来那种，就是那个感受太深刻了，那个对对对，而且它真的是一拿下来，
我就然后我就是整个坐到床上，然后我就说等一下我真的起不来，我现在头好晕，我现在头真的好晕，这样有没有可能你月经来贫血？我有被压过啊。重点是大家都会觉得这种时候这个只会在半夜发生，不是，我只是中午吃完饭，然后因为我可能下午比如说两三点才有课，我就回去想说睡个觉，然后我这时候准备要起来前就有点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哇，我被压。然后我室友就在楼下，因为是楼中楼，我室友就在楼下看电视。然后在压的过程中，是真的，是真的会讲不出话。你想要跟你室友讲说我被压，但是你就是动不了。然后那感觉其实很痛苦。然后我就马上想到说啊，要骂脏话，然后我就一直，要在我身上干，我就一直骂，哎，帮我逼一下，狂骂之后，因为我是一直真的是全身一直在用力的状态，对你一直想要挣扎，然后是一直到。他过了的那一刹那，我是整个，你知道你是原本这样躺平吗？因为你一直在处于用力状态，当他离开的时候，我是整个这样弹起来，因为你在用力，我就整个这样坐起来，突然反重力了，对，反重力，然后就这样啪一个起身，然后我就跟我室友讲，我就说我刚刚一直试着要叫，我就在楼上，然后我正在被压这样，然后后来我们辗转才知道说，因为我们两个都转学生。所以我们当时要入学的时候已经八月了，那个时候大家其实都搬好家了。我是听同学讲的，你知道他们就说啊，你们怎么敢住巧克力社区？那个社区的名字。我说怎么了吗？他说那个社区发生过很多命案，就是有枪。那你们有立刻搬家？然后火灾的啊，就死掉什么？没有。没有，还是住到毕业，还是住到毕业，屌哎，真的。但后面就都没有发生过事情。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才会有在知道这些压一些符啊什么，让自己保平安这样。但是你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特别放了很多捕梦网嘛，有发现吗？有，因为很少人，可是有可能是装饰吧？会吗？可是很多，有特别意义吗？就是也算是一个小迷信这样，然后因为其实我进啦啦队以后，我一直都没有很正常的睡眠，然后也会一直失眠这样。你看啦啦队，你进啦啦队很久嘞，你是五年了，我这五年没有好好睡觉。啦啦队怎么会这样？压力大。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入眠的人，但是我睡着以后会起不来，对的那一种。然后因为我有一阵子很常做噩梦，然后我就是开始买捕梦网。我不想听。怎么？捕梦网？你怎样啦？就是那个把你噩梦招来的罪魁。对对对，但是就是捕梦网要换。对，所以我就是。捕梦网不好不好。我是半年会换一次，就是我自己是会替换，对，因为它就是会补到好梦给你，可是如果你一直没换它，它就是会一直补坏梦。对，所以你要有时间就要换掉它这样。你不是就是想要安稳的睡个好眠，然后你一直用不碰吗？但你睡觉很忙哎，就是要一直做梦。对啊。但是不好梦会很开心啊，对，就是你就是他可以赶走噩梦，所以你都记得你的梦吗？因为像我完全不会记得，我也是，对，我知道我每天都做梦，但我没有一个记得，而且我也不会特别去想，对，我有跟人家聊过，但我应该是算是很记得自己梦的人，真的，你会把它写下来之类的，我会写下来，真的假的？我的床边就有一个小本本啊，等下你是一醒来马上写这样吗？就只要醒，可以，好，你们大概看一下就好。看一下，不要真的看了，好，就用瞄的。可以念，这不能讲吧？这不可以念，这完全不能讲什么那个什么杏鲍菇？对啊，为什么要烤杏鲍菇？玉米笋，杏鲍菇，这是一个很酷的梦境。好了，不要看。杏鲍菇不能讲，可以啊，这可以讲，因为这太好笑了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里面有很多比较羞耻的梦，然后我都会把它写下来。然后杏鲍菇这个是里面算是唯一一个好笑的，比较轻微的，比较好笑的梦，就是我之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那一天醒来，我就是整个很迷茫，然后就坐在这边坐很久，这样我想说，那你开始回想，对，我开始回想我的梦，因为其实我平常是能记得梦大概60%。对，然后这个梦就是突然，你知道挥之不去，然后一醒来就是、记起来180，一醒来就是什么梦啊？很想吃，所有画面都一样。就是我那时候好像我忘记是去参加什么活动，然后就是梦到我们就是那边有很多个摊贩，然后我跟某一位富邦的球员，确定是球员？是球员，确定不是拿麦克风那个吗？不是，拿麦克风那个是真的。
在本节目官宣了，啊、没有啦，没有，不知道怎么接，真的，这太难，太打倒他，措手不及，大家当伙伴。对，然后就是梦到跟互棒的球员在那种类似像圆游会的地方、嗯、一起烤杏鲍菇卖，卖还卖對还卖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很像是就是合作伙伴那种，就是哎、欸欸、要几个杏鲍菇、欸、那边要几个，那边要几个，就是好、啊、不要吵，等一下等一下，等那一种，我所有都历历在目，而且我还记得是烤那种酱烤杏鲍菇、嗯，因为好香、欸，对，是酱烤杏鲍菇哦，对，就是会涂酱。那你觉得这个梦想要带给你什么启示启发？我不知道，我醒来的时候我就是整个超迷茫，我想说他是谁啊？那你有去查？你知道谁吗？我知道是谁啊？那你有去查？我知道这个人，我本来就知道这个人，可是我不认识他。你不认识他？对，就是我对他完全没有那种很特别的印象。那你有跟他说吗？我就不认识他，要怎么讲？不认识他，密他说不好意思，我昨天梦到你，跟你考信报。有没有可能我们之后一起来创业？哎，你知道这种东西有时候很玄哦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她的男朋友就是这样梦来的。他做梦梦到那一个人，然后重点是那个人是从在他生命中还未出现过，所以他梦完只会觉得这男的是谁啊？怎么？可是他很清楚的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所以当他后来遇到真的遇到这个男生的时候，他马上知道哦，好浪漫哦，是你就是我梦境里的那个人，对，很神奇哦，好神奇。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去查一下他的退休生活？对对对，跟杏鲍菇。或是跟他互帮，或是就有些连接关系哦。大家会解梦的，可以帮对解梦一下，为什么会跟发生什么事？会有人知道的话，可以下面留言，麻烦下面留言。很酷哎，而且我第一次遇到会记梦的。对，真的吗？真的很酷，因为我也是之前做太多噩梦，然后就想说把好梦记下来。我曾经有研究过这个东西，当你想要成为一个可以控制你梦境的人的话，其实这个是一个练习。你持续的把你做的梦都写下来，你说可以控制自己要做什么？对，你就是渐渐的，当你记录到一个程度的之后，你接下来会在你梦里开始可以控制你的梦，变梦的主人。对，这是真的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今天很像什么命理节目？对啊，好可怕，很像迷信的三个人在聊命。对，降落，降落。等一下，我开始喷艾草水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地方，其他的地方床就。pass 了对吧？哎呀，这边有什么？哇，想不到，咱们社七竟然也是有少女心的。当然了，哎，我小时候有收集过这小卡，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。好吧，听故事，听故事，因为我你在哪？我知道是少女时代跟 Super Junior， 我追了两个团体这样子。哦。Stray Kids 跟 NCT 这样。啊 ，NCT 我知道，是有很多国家人。对对对，然后很多个人这样。我还是有在 Super Junior 的同公司，所以你的本命是谁啊？本命就是这两个，就是这个是韩国人，都是韩国人，都是韩国人，我看得出来。而且我问这个问题第二遍，对，我的年代是那种只要去追那个 HOT 哦，十六吨，然后 Energy 5666，然后我以前的小卡是 F4， 天哪，我好老哦。陪你去看流星，我们也可以啊，我们还是跟我们同年代，对啊，对。哎、欸，那你这边是就是他的收藏品来说，你觉得你最值得拿出来炫耀是什么？好问题耶，证明你是铁粉，证明我是、欸、真的很多卡、欸，超多的。对啊，就是我有你不你刚才连那隐形就是他们代言的，没有吗？这就是真的隐形。我有看到一个东西，我真的很专业啊！你看那个应援，就是这个。好啦，那应该也只有这个吧？这个你还很专业，这是复仇者联盟。我也以为，很像。他应该是会，但是我好像把他电池拔掉。对。而且我知道你有在学韩文，你不是想去韩国留学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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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酷哦！这算是为了追星，因为追星，因为追星，然后其实追星的韩剧，这是一个，因为我是念日文系啊，你知道我们班上至少一半的同学当初选日文系都是因为看动漫，对，就是动漫，然后要么就是男团，什么卡顿啊、龟梨和也、三下智久那个杰尼斯，杰尼斯啊，他们是因为那样选日文系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衣柜这边，哎，这边也是，对，衣柜也是很精彩。前面这些部分结束了，因为我们放过你吗？必须要来的突击检查。衣柜，少女的衣柜，少女的衣柜。我先确定有没有东西会掉出来，看一下哦。哦，没有没有。哎，哇塞，真的很整齐。哎，很整齐，这样算整齐吗？这个是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是这个越不行越想看咪牌。那你们咪牌，我们看一下，我看。哦，真的不行，好性感哦。我好像看到丁字裤，就是。
哇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真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很可爱，樱桃。要不要出来二手拍一下？对，这很可爱，小戴耳机的小羊。我有发现色心很喜欢穿这种小背心。对对对，我的标配就是小背心跟一件小外套。没错，我有观察到，这是他的喜欢的穿搭，没错，他的 O T D， 很可爱的。哎，真的哎，很整齐，很整齐。我们看一下这里，哎呦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通常呢，这种半导体盒里面肯定有秘密，肯定有很多回忆。那我们翻开一些岁月的半导体盒，可能这可以开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开。好羞耻哦！天哪，真的。这个是不是喜饼拿来装的？对，刚才还盖不起来，还盖不起来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小时候的，真的好麻吉。但大部分都是生日卡片，怎么没有情书？好想看到情书。这个有啦，这个是以前会认干哥哥干妹的那种。狗，对，然后会写那个字超小，这样放大镜看。嗯，相信你不可以欺骗我。好情绪勒索，真的。小优爱情猫，你是念下方底下留言，我寄一封给你。我们的，哎，你真的很喜欢樱桃哎。我好像真的蛮喜欢樱桃。对啊，你是不是也没发现？而且你，我觉得其实你也蛮少女心的。浴衣的，不轨啊。那个什么啊？那个啊，神隐少女你们有看过吗？有啊。所以千与千寻的衣服啊，为什么要穿衣服？可以看吗？但是我从来没有穿过这样。哎，等一下，看不到，等一下，看不到。快点拍他这一幕，加油！十元，加油！加油！扣那个很高很高的。哇！好，大拇指抽筋了，我差点要扣到王先生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麻烦他过来一下。这是什么啊？这就是那个他在那个我知道他在里面工作的时候的衣服。我那一部我大概看二十次了。有啊有，他裤子在里面，然后就把它收成。那你是什么时候穿？对，其实我没有穿睡衣啊，因为这好像是之前工作的时候吧，然后有需要到工作要穿这个，我忘了有需要到 cosplay， 然后就大家各自买了一件，结果后来发现没有啊。我想到了，是我们球赛，我们球赛主题趴。对，类似主题趴之类的。对，然后就是你自己买一件 cosplay 的衣服，然后那一天开场要穿，但没穿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冠军赛。好，今年加油吧！你现在为我们换上，说不定他就会带来。今年就会带，今年就会穿。对，就会穿上。好像可以耶，但其实我不太会穿这个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还没有穿过，我没有穿过啊，全新。可爱耶，这很可爱啊！我等下可以去换换看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磨福利磨福利。Cosplay time， 怎么穿呢？救命！不能吃太胖哦，会被杀掉的。可爱哦！哎，你是真的，你是真人版哎。对啊，我是汤婆婆。哎呀，我命令你，给我把他杀了！你吃太多了，他最近谈恋爱吃太胖了，好不好？杀掉他！杀掉我！他把你杀掉，超可爱，很适合，完美还原。我连佛珠都还原了。阿露给你选，你要扮红脸。你也没创意。